大家好，这个视频给大家讲一下康熙保全顺治宴，也可以叫康熙顺治手。康熙顺治手与上一期讲的康熙乾隆手是有本质区别的。康熙乾隆手是乾隆时期铸造的具有纪念性质的钱币，而康熙顺治手是在康熙早期铸造的。属于行运性质钱币，钱币面纹和背面马纹反顺治时全局风格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，这一般就是康熙顺治手，它的特征是西至臣部下面少一竖笔，通字为直竹通。通头简写，背面满文反顺治时全局的风格。满文古朴，字体较大，满文全，上下连接外圆。这一版面纹有多种细小变化，但不是太明显。康熙顺治宴在康熙全局中较为少见。属于是七级币，也是一个收藏的热门品种。今天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